咁多位好，你哋好，你好。林焕熙先生，洪宝芬小姐，梁俊恒先生，杨丹妮小姐。在兩位結為夫婦之前，本人職責上要提醒你們，今日婚姻條例第二的婚姻是莊嚴而有約束力的，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，不容他人介入，因此你們的婚禮雖然沒有世俗或宗教儀式，但你們在本人和現時在場各人的面前當作表示對方為配偶，並為此簽名為證之後，就成為合法夫妻。新郎請登用戒指。新郎請登用戒指。新郎請宣誓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林焕熙願意你洪宝芬為我合法妻子。新郎請宣誓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洪宝芬願意你林焕熙為我合法丈夫。多謝兩位。證件俾翻幾位先啊！先生，呢個係兩位嘅結婚證書，多謝曬兩位，多謝曬。